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怎样修好一款电子版电饭锅。这款电子电饭锅呢，就没有显示了，可能需要更换电池，或者有其他故障。咱们大家共同分享。这块电池哈，焊起来。这个电池呢，把它嘎下来，嘎下来，焊上。
这个时候别把正负极喊反了。好了，这个电饭锅呢是电脑版的电池没有电了，有条件的朋友呢在家里都能更换啊，很简单。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，拜拜。